今天的小主角进场，让我们一起祝福我们的小小毕业生，在求学的路上能够一切顺利，越来越聪明。待会儿毕业生进场时，请家长您的掌声不要间断哦。首先进场的是 Teacher Mia， 今天 Teacher Hebe。陈宏佑、Owen、张佩妮、Sammy、刘轩瑞、张。没有一个人放弃的权利。陈冠廷、三千许于慈、Cindy、柯浩伟、魏。上蒙、Jason、赖永成、Jerry。杨晨燕、Antony、杨晨化、Tom、张真瑜、Lucy、吴佑成、Danny。吴金瑞、Harry、张俊兰、陈燕豪、金以晨、陈博子。黄若恩、谢碧红、萧子瑶、林柔珍、林芷颖。所有父母师长的叮咛与祝福，孩子们如今满载着我们对他们的期望，将勇敢地迈向下一个新的里程。毕业生致谢词。今天是孩子们的毕业典礼，开心的是长大了，但是也很舍不得爱他们的老师和学弟妹们，他们要将这些祝福的话送给大家，
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毕业班所带来的美语致谢词。我相信他们心中的话与祝福我们都收到了，谢谢毕业班小朋友的祝福，也祝福他们毕业快乐。来宾介绍，在此我们要欢迎我们的宝靖文教大家长江董事长莅临到我们的会场，来我们掌声欢迎江董事长，也请江董事长跟大家挥挥手。